由迷人雄鹰派出本季以来第四度担当先发的后进来挂帅主投，南霸天则是推向了前一次男子1999拿下的完投完轰胜的本土投手龚俊麟，来为今晚的赛事强力把关。现在赛事稍后即将来正式展开，马上来介绍今晚比赛双方的先发攻守阵容。首先介绍是台钢雄鹰的先发打序，打线第一棒游击手一号曾子佑，第二棒中外野手三号陈文杰，第三棒左外野手九号王慕荣，第四棒指定打